好，各位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大圣广武运论讲记》第21页。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之境身的这个处境来讲的话，那么除了这四大种以外，是不是就是属于所造色的这个部分嘛哈？那么会有所谓的华性、色性、重性、轻性啊，那之外就是冷、饥、渴啊。那何谓冷呢？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哈，说所谓的冷哈，所谓的冷就是怎样欲暖啊，想要暖，想要暖呢，那么就会有冷的感觉。就如同在这个正文里面所以这里讲到嘛，暖欲为冷，有没有？哎，暖欲就是想要暖，有没有？意思也就是说想要暖，欲暖或者叫暖欲了哈，暖的那种欲望，想要暖一些呢，就因为感觉到，不是感觉到冷了。因为这里不能讲感觉，是在讲有冷的物质，极细极细，顶细顶细，极为极为的那个冷的什么物质在里头的缘故。那触呢是冷阴，所以一碰上去呢，是触碰到冷的那个因素，最基本的因素。所以所谓的冷是因为暖欲也就是欲暖为冷。在这个本文的最后一行说欲食为饥，有没有欲饮为渴，有没有看到我们第21页第21页的正文，有没有看粗的字，有没有也等于说欲暖为冷欲食为饥，有没有？欲饮为渴。我们为什么会有饥饿？会有饥饿的也不是感觉了它其实是就说是因为具有了那种想要去吃的那种欲望，含有那种极为顶系的那个物质的那个因素那么叫做饥欲饮为渴说亦如是，也就是他在这边解释说，这里呢因为要利余因利其果称也就是说冷好像是一种结果，其实呢它是一种什么因素它是一种因素这里有点困难的就是在这里第25页第25页的解释就是说我们那种冷的感觉我们感觉到冷，这个感觉好像是冷是一种结果，其实呢它属于物质因素，它是一种因素，所以它应该是一种因所以叫做触是冷因，有没有那为什么说它是因呢？因为它引起我们冷的什么感觉，是在因上来立果的名称，叫它做冷。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冷的这种感觉呢，是因果，因的果称我们感觉会觉得好像是一种冷的感觉结果，其实它是一种因根本是因。那听起来好像是果上面的冷，实际上呢是它的因。那它的因是什么因呢？就是引起冷的感觉的那个物质因素那没关系这里导师举了一个例子说比如上餐馆去用餐，说吃了什么，说今天吃了300块。我们想到300块能吃300块怎么吃？吃的是饭菜，不是在吃300块，对不对？300块是一种结果，
但是我们是不是吃，应该是吃在那个什么食物上面，但是我们直接就用果来怎样来称呼啊。所以呢，这也说在世间啊的这个语言也是啊，常常在因上面讲果的名称，或者在果上讲因啊。那于是呢，在正文里头啊，也就在我们的第25页的倒数第二行，因为这个正文啊，等于是接着讲说诸佛有没有啊，如啊，因为我们的正文在第21页嘛哈、啊、如说诸佛出世乐有没有演说正法乐，众生和合乐，同修精进乐，精进勤苦虽是乐因，即说为乐果啊，反而说成是乐果了。哦，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就是在25页的最后第二行有没有？就这个句子哈，就在讲到说赞叹三宝，赞叹出家人啊、哦，共同修学，共同修行啊、哦，那么是很快乐的。所以诸佛出世是乐，有没有？演说正法也是乐啊，众生和合也是乐，这是不是佛法生三宝啊？啊，其实这就是佛法生三宝嘛，赞叹三宝。好，那同修精进乐，是大家共同修行精进啊，共同修行而且精进努力也是乐。但是这个精进不一定是乐呢？为什么？因为过程当中是不是很辛苦啊？哎。所以这里说精进、哦、也会感到苦啊，也会感到疲惫啊，对不对？因为各位很精进就放弃了休息，对不对？放弃了去休闲去度假，然后呢就跑到这里来、哦、那来到这里哦，有时候还好现在天气很好，如果是夏天是不是觉得好热好热，但是也甘愿来，对不对？到冬天好冷好冷还是来，对不对？所以过程中是不是也有辛苦的成分啊，一定有辛苦的成分啊、哦。所以呢，这里说精进啊、哦，修行乐啊、哦，看起来同修精进乐的这个乐啊、哦，看起来好像是一种什么？这个啊，是在讲它的结果啊、哦，是在讲它的结果。但是呢，这个过程的那个因啊，有没有？那过程的因是不一定是乐的。哦、是很辛苦的，所以精进它是应该是一种因、哦、所以精进修行不一定是乐，但是结果是乐的，结果是安乐的，是身心的安乐嘛，所以叫做同修精进乐的这个乐，是不是在讲乐果啊？其实是在讲乐果，但是我们在精进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修因的哦，那修因就不一定乐 哦，但是呢这个叫做因的果称啊，这样理解吗？叫因的果称、哦、所以那个冷我们也会感觉是好像是结果的冷、哦、是因为众因缘和合出来的冷、哦、比方我、哦、冬天、哦、温度很低、哦、那风又很大，那是不是更冷啊？会觉得好像是一种结果的冷、哦、那其实呢是因啊，它是一种因 哦，所以那种因呢就是一种冷的那个极为极为顶细顶细的那个元素存在的缘故。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色蕴嘛，对不对啊？这个都是属于物质的部分。好、啊。所以呢精进是勤苦的啦。啊，其实是勤苦。啊。所以在正文说、哦、同修精进乐，但是精进勤苦啊，对不对？精进它本身在过程当中其实是勤苦的，又要非常的、哦、这个勤劳、哦、那也会受到一些苦哦，但是结果是安乐的、哦、我们把那个因那么做这个当作果称、哦、因的果称啊，叫做因的果称、哦、所以虽然是乐因而说，即说为乐意啊，此意如是啊，如是 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冷
其实它是有那个因，那个很基本的那个因素的物质存在，所以叫做什么冷啊？那是欲暖，是想要暖啊，所以为什么会想要暖？因为具有什么极细哈、啊、顶细极为的那个冷的因素的物质的存在，所以我们就会感觉想要怎样，想要暖，所以那个是因为具有那个什么冷的什么因素物质啊、哦，所以这个冷性是这样子来的啊、哦。那欲食为饥啊、哦，欲饮为渴，说亦如是啊啊、哦。所以呢，想要吃，那表示具有那个饥饿的那个物质因素啊，有没有？在我们第26页的倒数第一行第二行哦，所谓的饿虽然是我们感觉的，但是现在讲的饥饿的那个饥呢，是讲我们感觉啊、哦、饥饿的那个物质因素，有没有啊、哦？所以这个饥也是怎样，是触而来的哦，那渴也是这样哦，啊、哦，口干想要喝水叫做渴，所以口渴是我们感觉到的，但是这个渴啊、哦、是生理的，是物质上面的啊、哦，因为色蕴是不是在讲生理的根啊、哦，外境的什么物理的现象啊、哦，那讲的是那个物质因素，所以渴也是一种触啊。哦，所以这种饥渴都是因的什么果称啊、哦？于是我们再反过来想了、啊、哈。那饱呢？暖是什么？哦，说冷的话是什么？具有那个因素在嘛？啊、哦，有冷因，是不是有冷的那个物质因素啊？那暖呢？暖就不是一种物质，暖是怎样？是火大，是火。它火大，火大当然它也是物质啊，因为四大种嘛。如果归到地水火风，那就不归到这样子的物质啊。好，所以我们反过来想了哈，冷的相反是不是就是暖？哎，那暖呢？它属于什么？火。它就不用再另外去立一个什么物质因素。好，那饥的相反是什么？饱。饱是什么？地大。饱的时候我们肚子是不是胀胀的、啊、地大，这个是我这么想的哈，给大家参考一下。那渴勒？渴的相反是什么？哎，渴的相反就是不渴嘛，不渴就是水大，因为具有水的物质在嘛，所以他就不用再去、哦、要不然我们会想说，诶，他前面既然有滑就会有色，是不是？有重是不是就有轻啊、那有冷为什么没有暖？因为暖属于火大，这样理解吗？饥，既然有饥是不是应该有饱啊？饱跟饥是不是相反啊？那饱是什么？地大啊。啊、哦，那渴呢？不渴了吗？啊、哦，是水大，所以不用再另外去立那个什么因素，物质因素啊、哦。好啊、哦，所以呢，说到这边就已说七种造处及前四大，所以合起来总共有11种等，有没有？11种。那也就是所谓的处哈、啊，有能造处跟什么所造处哎，有能造的部分跟什么所造，能造处是什么四大，所造处。是什么？七，这就是这七种。
总共合起来11种。这样知道吧哈？所以第27页有没有？触分两种，能造四大，所造有七种。啊、哦，所以合起来总共11种。总共11种。这个是触，所以触是不是比较麻烦，比较啰嗦一点了哈？所以光是这个所谓的啊，所造色里头是不是触？它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啊，它是所造色，但是它本身触是不是也有能造的能造色啊？有没有？我们刚才那个表，一个是能所造色里头有触，对不对？啊，色蕴的四大是不是属于能造啊？能造色，能造的那个是。等于是触的一分，所以触哈、啊、触呢，它也是会有所谓的，在第17页了哈、啊，它有所造色吧，啊，所造色跟什么四大，它所造色。跟能造四大，所以这个不过只是什么触的一分而已啊。是不是触一分再加上四大才是完整的触啊？啊、哦。这样知道吧，我们刚才那个大表里头是不是有个触一分，所造色里面11个里面的触是不是其中一个，但是我们说那个叫触一分，对不对？那个叫触一分而已，不是触的整个、哦、因为触它还包括了四大、啊、就像触它本身也有 能造触四大，再加上所造出来的、啊、有七种啊，就是什么华色轻重啊，能饥渴是所造出来的，所造出来的触有这样的触啊，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啊，那暖它是火大，是不是就跑到能造那里去了？饱它地大就到那边去了嘛？渴不渴它就水大，是不是就到那边四大去了？这样理解吗？对不对？不然有华色是不是相对的轻重相对的，但是、哦、那个冷饥渴它没有相对的，因为它相对的正好都合了四大嘛，有四大、哦、的这样的物质因素、哦、好，那这个讲到触了哈，讲完触的部分，好，那无表色，因为色蕴里头是不是总后来总就说有11种嘛，对不对？色蕴啊，色蕴的所造色里头是不是有总共有11类啊？11类跟。能造色是什么？四大，也可以说是15嘛，对不对？如果加起来也可以说是15啊，所以这个无表色哈、啊，云何无表色等啊？啊，未有表业，有没有？所以刚开始也讲有表色，或者叫有表业也是可以的啊。也就是说，是有表业跟三摩地所生。无见无对，有没有？哦，无见无对，也叫做可见无对，无见无对了哈，这个是不可见的，不可见无对，这样理解了吧？
它是不可见的，不然的话一下子会搞不清楚。所以刚才那个大表是不是很好用啊？那也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时候，哎，觉得因为前后你要去对照，不然的话你后面读一读跟前面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平常就要就说我们各位在读的时候也是这样，要稍微去做一些比对，前后比对比对哦。好，所以呢所谓的无表色等呢，就是有表业啊，一个叫有表业，一个叫做这个三摩地，也就是定境所生出来的无见无对色等，有没有啊？那有表业者呢啊，为什么叫做有表业？因为从身与表出来的嘛，是不是有身表跟什么语表？所以刚才还是应该写有表业，有表应该写有表业了，还是应该写有表业，对不对？而不是无表色哈，有表业，是不是有表业跟什么定境？定境色嘛，定境的那个所生出来的色，它这个是无见无对色，对不对？不然的话光一个见跟对都不容易搞清楚啊。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已经先让我们清楚，再来读这个就容易了啊。好，所以呢这个身表跟语表啊，这里的有表业啊。好，所以第27页啊，第27页的解释里面有没有啊，因为这个所谓的无表色呢是包括两类啊，一个叫做有表业所生出来的无见无对色，叫做无表色。无表色它一定是无见无对的啊。那另一类就是三摩地所生的无见无对色，叫做定境色，有没有？哎，它是定境色。刚才写无表色也是对的，那是有表业所形成出来的，叫做无表色。哦，所以要写的准精准哈，就是一个叫一个可以叫做无表有表业，或者叫做无表色。有表业生出来的叫做无表色，看懂吗？好，所以这个图解还是方便的哈。这上面是有表业，会生出下面的什么无表色，上面呢透过定境修定所形成的那个境啊，啊，这个叫什么定境色，定境色也是无表色，也叫无表色。它都是无见无对色，有没有？这是不是从这个修定，从修定的境界当中所出来的色？哦，所以呢一般我们就分两类，一个叫有见跟什么无见，或者叫可见不可见。哦，所以刚开始写的无见有见也是对的哈，有见色跟什么无见色，这样会不会分呢？那有对色跟什么无对色。所以我们前面整个大表是不是已经都划分清楚，到这里就容易懂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有见无见呢的有见，往往还是透过我们的眼根沿着外境，对不对？是透过眼根的，
所以只有色，色境属于什么？有见有对，是不是？哦，其他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还有香啊、色色声香味触的境，它属于什么？不可见无见的，因为那个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那个根啊？因为是净色根看不见，对不对？那那些香啊、色声声香味触是不是也看不见啊？那个不是用眼睛看的，所以也都是无见的。但是有对哦，它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都是根对着镜出来的？镜对着镜是因为有根，它有对嘛？这样知道哈？然后无表色是不是无见无对啊？它是无见无对的哦。好，那么在第28页哈，这个第二段。这个叫有对色跟什么无对色，那有对的就是有对爱的、哦、有障碍的。所以呢，有障碍的，我们说一般物质我们想到的都是什么有障碍的，但是也包括无障碍的呢、哦、也包括无障碍，因为无对的嘛。无对的是不是只有在无表色里头才会无对啊？其他是不是都有对，对不对？其他都有对。我们习惯的是不是根跟净啊？五根五净这个部分嘛，有对。啊、哦、但是呢那个无表色的部分是无对的。啊、哦、所以在第28页的倒数第三行就可以看到说，一般物质是不是都有对的啊、哦、但是呢佛教认为物质里头是不是也有一种叫无对的，没有执爱的物质是什么？就叫做无对色，无表色。无表色是不是无对的？它也是一种物质哦，只是它有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哦，因为我们在这边起心动念，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它没有任何障碍就下去，它下去了，它这里没有障碍的，而且全都入诶，随时都在工作。外面这个是不是才有障碍啊？五根对五境啊、是有对的，但是只有眼根是不是有见的，其他都是无见的，有对啊、那只有这个地方是怎样？是无对，而且什么？是无见而且无障碍、无对的，这样理解吗？这里是没障碍，但是它还是属于色哦，因为它还是有因有缘的，那个因缘也是色啊，只不过我们看不到啊，而且呢它也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好，所以呢有表业它所生呢啊，有表业所生的是什么？无见无对色，这样能理解吗？有表业啊，有表业会从我们的什么身业跟什么鱼啊，身表跟什么鱼表，是不是会有身表鱼表啊？有我们的肢体语言嘛，还有我们讲恭维瞎扫，对不对？讲话的内容啊，善的语言跟恶的语言是不是也非常清楚的、啊、哎，所以我们要多多善的，对不对啊？善是非常重要，同样在讲话，尽讲一些恶的，那他也没有障碍哦，就下去了，我们也看不见了，他那个因缘是不是就下去了？无表色还是会产生，只是他没有任何的障碍，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感觉哦。我们不要以为说我骂了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了不起？非常了不起，因为那个恶因恶缘已经下去了，是无见无对的，是没有任何障碍，而我们自己浑然未知，那是不是非常愚痴啊？所以不要为了出一口气，嗯，出一口气往往是不是也是鱼表啊？结果怎样？咚咚咚下去了，下去了，因为它无见无对，它下去了，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说善的语言多么重要，善的念头啊、哦，跟人家结善缘嘛，
善的缘是不是才有机会跟人家结善缘啊？如果是恶的缘，我痛苦烦恼的不得了啊，有时候是会不耐烦，几下都给他扫过去，对不对？那也是怎样无见无对，这样懂吗？也是下去的，也是下去的哦，它是没有障碍的哦，这个叫做没有障碍的物质，它还是有下去了。因为我们说唯识，它就建立在说一切有不的基础上嘛，是不是？它都这个都还是当作还是把它看成有的，虽然它极为极为顶系顶系，嗯，看到导师用顶系顶系，对不对？啊、嗯，就是它小到不能再小，但是它还是有的。哦，所以这个叫做有表业所生，会生出什么无见无对的无表色。好、哦，好，那么在第29页第一行啊、哦，佛法讲的业有两种啊、哦，啊，一种是人家从外面看到的业，叫做什么有表业，对不对？外面是不是看得到的？哎，看得到。所以这个有表业呢，它是一种果报啊。比方人是不是也是一个善的正报啊？畜生呢是一个恶的正报，对不对？这是不是看得到啊？光是看说哎是人还是畜生，我们就知道人是在善道里头嘛，畜生是不是在恶道当中啊？这是不是有表业啊？那这种业刹那已经过去，产生一种力量、哦、就是说我们还是用我们的有表业的这个正报身，又继续去产生、哦、这种一股力量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就成为什么无表业。无表业也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哦、我们的起心动念里面是不是有善有恶有无忌、哦、就会进去了啊、哦，就会进去，啊、哦，所以呢，这个藏就藏在哪里啊？阿赖也是，阿赖也是，啊、哦，所以它是从善恶的表业所引起的一种色，就叫做什么无表色，啊、哦，那有表业是我们所造的业，这些业呢，会从我们的身体语言当中怎样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说，一个修行好的人，他的那个。身表语表是不是也都是善的多啊？啊，修行不够的啊，不足的人就是怎样啊？恶的身表语表的机会是不是多啊？我们只能说是比较多，比例上了哈、啊，也不是绝对的啊。我们说善，我们真的没办法一切都善到底，是不是也很容易起恶啊？只不过我们真的，当我们起恶的时候，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明白啊。因为所有的一切善一切恶是不是都将来都是自己去承担啊、哦？将来都会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啊、哦，因为它会怎样会成熟出来嘛。所以身体语言的活动都表示我们内心的一种活动啊、哦。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是讲在色蕴上，所以只有讲到身表跟语表，对不对？属于意业上的那是不是就是属于事上哈？那个属于心事的部分，心理作用了哈，受想行识的这个部分了。好，所以呢我们说人家看得到的啊，那么是身体的活动啊，讲话也是人家看得到的，所以这个叫做身表业跟什么语表业。那身表业语表业呢，它通三性，有善性跟不善性，还有什么无忌性啊、哦，有这三性，啊、哦，那所谓的无忌性，在倒数第四行有没有？身体动一动，手摇一摇，眼睛眨一眨，啊、哦，那这是身体上面的活动，但是无所谓善恶，无所谓好坏。那么佛法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做什么？无忌性，无忌性，啊、哦，好、哦，那第30页。善性的因缘下去之后呢，善果会出来，恶因恶缘进去的将来成熟出来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业障啊？但是无忌啊，无忌性呢
在第四页下面哈，无际的身与表业来讲的话，不生无表色的啊，这个倒是我觉得诶是这次很大的收获，就无际性其实它不啊，将来不生出福报，也不生出什么业障，它是无际的，它是无际啊，不引发无表业，也不生无表色哦，那无记性就是这里讲嘛，眨眨眼摇摇手、哦、睡觉翻个身呢、啊哦、就是它无关乎善恶，虽然也有身表、哦、但是语表大概都就慢慢有善恶、哦、当然语表身表上面的无记性比较多了，语表就难免、哎、说人是非是不是也、哦、或说人家的好坏啊，这些往往比较有善恶哦、因为要讲很中立的话是很不容易的、哦、那总说呢无记性、哦、无记性呢是不引发无表业，也不生无表色、哦、也不生无表色、哦、那在倒数第二行，佛法讲因果就重在无表的业、哦、无表业也就是所谓的无表色了、哦、因为这个业感生死啊，在第三十一页有没有第一行、哦、业，因为它一旦做了，一旦我们生业去造作了，或者语业去造作呢，那么其实已经留下力量在里面，叫做业力，对不对？叫业力。那我们常讲说这个业力是什么呢？就是因缘，对不对？所谓的业力上面会生老病死，外在的会成住坏空，对不对？所有一切的这些现象，唯有这里我们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什么业随身，业，那这个业就来自于缘跟什么因嘛，所以叫做因缘，因缘有没有？我有业随身，因缘会随着我们的身、哦、那也等于说是透过，其实我们是带着业力而流转到什么下一辈子去嘛。首先是不是先引业啊，看到哪一道去，然后才有什么满业嘛，看福报如何哦、所以福报都还在其次、哦、重要的是什么？引业上面的善恶问题，善恶、哦、善恶到底到哪一道去，六道当中哪一道，这是引业，引业先引、哦、而且力量大，每一道是不是都有不同的因缘不同的福报啊？那个叫满业，所以畜生也有畜生满业很、哦、那个什么福报很大的畜生，但是他是在恶道诶，对不对、哦、善道里头也有福报很差的人，是不是也有可能啊？不过关键会在哪里？引业在道上、哦、因为人纵然福报很差，但是呢不影响修行啊，只要有善根因缘，是不是照样可以修行啊？畜生纵然在恶道里头福报很大，他还是无法修行，对不对？他只能去享受他的福报，没办法去增长他的智慧。我们的修行是不是来自于我们的智慧啊？啊，所以我们说修福容易修慧难呢、啊。啊，当然福慧要双修，啊，福慧要双修，但是真的哈、啊，修福容易修慧难哈、啊，就是说修慧上面更困难。而且因为我们理解了慧，我们在引业上面我们是不是才会清楚明白的，就是要引到哪里？到善道，乃至在善道里头、啊、以人间佛教的观念，是不是回、啊、就是乘愿再来啊，就是希望能够再来人间嘛，因为人道上面是最有机会修行的、啊、好，所以在第31页哈、啊，
一旦做了，是不是就下了因，下了因缘在那里啊？它就会形成一股什么业力，其实就叫做业力啊。那因为是从身体活动的身啊、声色、语色这种有表所产生出来的，所以是从色法所引起来的，所以叫做色啊。所以这个也叫做色啊。那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第二十七页的那个啊正文里面来看哈。啊云和无表色，有没有？无表色是不是有两类？一类叫做有表业，一类叫做什么？定境色所产生出来的无见无对色啊。那有表业呢，是身表跟语表，此通善不善无忌三性，对不对啊？所生色者啊，所生的色呢，其实也叫做什么？无表色啊。那为即从彼善不善所生之色，也就是说这个透过啊善不善无忌呢所生出来的，那么其实也就是什么，我们说从有表业生啊生出什么无表色来嘛，对不对？生出 无表色，它还是一种色了啊，因为它还是从色法来，所以在31页这里就是在讲说它还是一种色法啊，它还是一种色法。那它这种色法是不是就根据我们的那个有表的业来的啊？那因为它是无表色，所以呢此不可显示，有没有？无表嘛，叫做不可显示，故名无表，有没有？它是不是无表色啊？啊、它是无表色，虽然我们看不见啊，那么它也没障碍，但是因为这个都还是从身表跟语表来的啊，身表语表它是不是还是属于色法，所以呢这个还是叫做色，只不过它叫做无表色，这样理解吗？那无表色就是它是不可显示的啊，它是不可显示，所以叫做无表色啊，叫做无表色。那这是第一类的。第二类呢，就是三摩地所生色者嘛，为四境律所生色等啊。啊，那么在我们的第31页有没有？啊，中第二段，所谓的三摩地就是等持，心能平等持境，也就叫做定。所以它是一种什么？定境色。也因为它有色，所以呢它只能属于什么？四禅。四境律就是四禅。四禅是什么？色界定。色界定的色。啊、色界定境的色呢啊是属于无表色。但是如果无色界呢，那就啊无，因为在我们第31页中间这一段有没有啊？讲到定呢，就有四禅八定嘛，对不对啊？四禅八定，所谓的四禅八定就是四禅指的是什么？色界。色界是不是都要有禅定啊才到得了？我们现在在欲界，对不对？上去就是色界，色界里头有四禅，再上去呢无色界，是不是还有四禅，还有四个定啊？所以合起来叫做八定，四禅再加上四禅跟上面的四定，合起来叫做八定啊。所以无色界里头有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它是属于什么？无色界。无色界根本没色，所以它没有定境色，没有定境色啊。那四禅因为它属于什么？色界。所以定境色一定决定属于什么？四禅。它是在四禅里头所生出来的色，这样理解吗？如果是无色界的定呢，它
谈不上色了啦，因为它是无色的。所以无表色，无表色的定净色是不是只是色界定而已啊？不包括无色界定哦，它不包括无色界定，这样理解吗？哦，所以它只能说是在四禅里面所生的那个无表色啊。所以无表色是不是有两种？一个叫做有表业所生出来的无表色，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经验的，对不对？我们一般凡夫是不是都是如此的？有表业生出无表色，但是要能够入定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那个叫做定净色，那个也叫做什么无表色。但是再上去的呢，就不属于无表色了，因为它根本就无色嘛，这样理解哈。所以这个三界，从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在无表色来说的话，无表色来说的话，这里可以有无表色，因为我们有表业会生出无表色来。这里是不是也有无表色？叫做什么？定净色。这里有没有？这里就没了，它生不出无表色，因为它根本无色，这样懂吗？所以它会有这两种啊，这个叫做有表业生出什么无表色，有表业来的。我们在欲界，对不对？也跟无表色是不是有关系啊？色界的定也是无表色，但是这里有没有无表色就没了，看懂吗？哦，所以无表色啊，无表色有这几类了哈。好，那么第32页哈，32页啊，当我们在观想哈，在禅修的时候，修禅定的时候啊。有些就说让我们的心慢慢静下来，然后观想观世音菩萨啊。假设观想观世音菩萨，第三行这里就讲到，我们心慢慢的定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球就比较不会动来动去。我们平常眼球是不是动来动去啊？嗯，心真的静下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比较不动了。哦，慢慢的，哎，我们可能就会去哦，从我们的那个。定啊，修定的那个境界里头，好像看到了观世音菩萨的什么身体啦、手啊、脚啊，哦，可以去慢慢的去观想。那当然，这个要观想这个之前，首先就是要去观相。之后，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观想那个相，让这个相慢慢的怎样清楚起来啊。定慢慢加深的话，所看到的观世音菩萨，他也可以放光，也可以说话的。哦，那这真的是观世音菩萨吗？哦，不是的，这个叫做唯识中里面说唯心所现，这是一种定净色，这也是一种定净色。那你说是假的吗？它也不是假的。哦，这不是假的。哦，那因为这种色法它是没有执爱的。为什么没有执爱？这个是不是叫做无表色啊？它是定净色，但是是无表色，它是没有执爱的，是没有执爱的，叫做唯心所现。唯心是可以现出这个哈，等于我们一心的在观想这个，其实这个是可以现的啊。所以有的人不晓得，以为看到的人发神经幻想啊，所以这个不是幻想，不是一般的啊，不是一般的幻想哦。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观世音
观成啊，像观音菩萨观成了以后啊，下一次心一定呢，观世音菩萨也会啊。这很像说，当我们比方我们去学骑脚踏车好了，学会了之后哦，可能好几十年没骑，然后我们再上个车，是不是很快就会骑了？哎，因为有过这样的经验哈，那么下一次心一定呢，观世音菩萨也会怎样？也会现前，也会现前。啊，而且几乎一模一样，因为我们所观想的就是同样的一个像啊。啊，那假使说，那么修观世音菩萨，结果阿弥陀佛来了啊，那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就变得有出入，也不至于如此。因为我们要观的是观世音菩萨，我们观的往往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像，不会跑出另一个像来。哎，啊，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哦，阿弥陀佛又化，哎，这个化现来了，不是。啊，而是真的就是因为唯心所现，唯心哈，唯识所变嘛，啊，唯心所现呢，啊，所以这个叫做定净色，它是无表色，也就是我们在《白法明门论》里面讲到的什么法处所摄色，有没有？法处所摄色，法出现在哪里？第六意识，是不是在我们的脑海里头？它也会现出一些相来。好，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